民进党全国大车走启动，副总统候选人邱美琴在北台湾选择了汐止来作为第一站。事实上，这汐止立委选战的确打得非常激烈。今天早上呢，赖品妤再度爆料，他说国民党廖先祥的家族侵占国有地，让无辜的民众呢成为了被告。双方在选战最后一周依旧是攻防不断。哇，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遇上热情支持者，现场大大拥抱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亲自与选民互动发口罩。民进党启动全国大车扫，萧美琴北部第一站选在基战区汐止，他是我们的青年战猫哦，也是我们年轻世代的代言人。我们非常重视品妤的选情也非常关心品妤的选情今天特别来帮他加油。大小战猫合体，要替剩不到一周的选情加分。民进党立委赖品妤争取连任，对上国民党廖先祥，选战焦灼。冲刺阶段，赖品妤情绪高涨，忍不住哽咽。很多人会说这是正二代的战争，但是我要告诉你，正二代只是一个名词。重点是本质，在外面的年轻人返乡投票，我们一定会赢。最后一里路，我们一起走完。赖品妤要守住新北市第七选区，与廖先祥互杠，猛打廖家占领国有地议题，再次爆料廖家让汐止民众成为窃占国有地的戴罪羔羊。他在十多年前与廖先祥的父亲，以每年20,000的租金承租茄东路的停车场，被地检署用窃占罪来侦办，他现在已经被列为这个侵占国有地的被告，他们却还在把责任推到一般无辜且不知情的民众身上。赖品妤团队推估受害者达到上百位，在记者会上公开提供专线给予法律援助，也喊话廖先祥应该即刻退选。面对家人违规，我一开始的态度就非常的明确，绝对不会双标，绝对不会回避。那赖品妤与其一直关心停车场的问题，不如好好的来了解汐止。来回攻防打得激烈，赖品妤想借此给出致命一击，廖先祥也审慎反击，避免影响选情。双方都要在关键最后一周守住选票，扩大支持。记者许嘉盛、林雨拉新北报道。大选倒数五天，其中国民党的最强母亲卢秀燕今天上午请假，投入到辅选回防大本营北北屯区，现场还请来赵寿康作为了彩蛋惊喜现身。好，现在外传说侯康佩如果胜选的话，卢秀燕会是呼声最高的女阁魁。对此呢，卢秀燕没有否认，只说选前之夜会公开来说明。至于民进党的庄进成走来法医勾大成陪同扫街，对于赵寿康所抛出的医护津贴增加10,000元，勾大成痛批这是乱开支票。各位屯区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市长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一早再向市府请假，来到太平陪同林嘉欣车队扫街拜票。外传侯康佩胜选的话，下届阁魁呼声最高的将是卢秀燕。谢谢他们的抬爱哈。那有关于我的人事纷纷扰扰哈，在今天晚上侯友宜台中的选前之夜，我会公开向大家说明哈。卢秀燕卖起关子没讲清楚，紧接着回防大本营北北屯区陪黄建豪车队扫街时，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突然现身，让支持者又惊又喜。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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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营大咖卯足全力辅选，对手庄进成也找来法医高大成力挺。面对赵少康抛出当选后将替医护每个月增加10,000津贴，高大成痛批这根本是乱开支票。没啦，别说543啦，到一个选举就在放利多，对不？没啦，当然是一点夸张，不然才选票，对不？但是不是这样嘛，对哦。四年前，庄进成翻转卢秀燕的大本营，拿下台中第五选区这一席立委。国民党推出年轻世代的黄建豪，力拼收复失土。选前最后黄金周，蓝绿两党全力冲刺，靠母鸡议题拉台小鸡声量。记者方平、赖文良 ，SNG 小组台中报道。